这些电池将可以解决地球上所有的能源问题，是现代科学的胜利。不过我们可得控制好，不然任何时候都会爆炸的。看，那是是霸天虎啊！我最喜欢打开礼物。好啊，这些电池是送给威震天的最佳礼品。哎，你呀，不，别动，他们会突然爆炸的。不准碰，同志们，威震天，这电池对你这笨手笨脚的家伙是太复杂了。我来保存这些东西，我要用它们去消灭汽车人。你不了解它有多危险呐！只要其中的一个发生爆炸，就会引起连锁反应，足以毁灭整个地球啊！瞧这些人类，胆小怕事的家伙们，对。不能让他们再造出更多的电池。红蜘蛛，快把设备装置破坏掉。好吧，遵命，高贵的威震天。现在我们回大本营去吧。对汽车人开始动手，必须大干一场。巴布大哥，我发现电池在哪儿了。好极了，飞过山，在哪儿？就是昨天幻影巡逻过的地方。不可能，我肯定都仔细检查过的。算了吧，你还是闭上嘴吧。行了，飞过山，别吵了，我们要的是电池。汽车人，快变形。你犹豫什么，威震天？如果是我做主的话，这些电池的能量早已转成能源块了，而汽车人也早就被消灭了。听着，红蜘蛛，我是头，除非肯定这个保险装置是有效的，不然我是不会冒险让电池爆炸的。威震天，你作为首领连这点勇气也没有，要想知道灵不灵，你必须冒险去试试。啊，蠢货，想把咱们都毁了，会毁了自己。哼，勇敢的威震天，也许这会儿汽车人正在到处找这些电池呢，总得有人做出决定来指挥。转换进行正常。你还是再查看，别着急。红蜘蛛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对我如此傲慢无礼。乔大哥，在那山谷里就是幻影没发现。汽车人，快变形。看，霸天虎他们来了。好了，汽车人，把电池取回来。汽车人进攻了，赶快准备回击。妙极了，我要不惜代价来消灭这些讨厌的东西。命令附近的驱天敌配合行动。是，威震天。去吧，声波，告诉他们完成任务会有报酬的。
往这边汽车人前进，你要设法记住你在幻影的哪一边。飞过山，密切注意好霸天虎。我正盯着呢。一个电池，哦，回娘家喽！哈哈，这可没那么变道。哦，难道你不知道不属于你的东西是不能碰的吗？啊，是大哥，干了他！啊，擎天柱在哪儿？哦，哎呀，可怜的家伙，只有大傻瓜才会上这种老当呢。我什么感觉也没有。那你再试一试吧。啊，来吧。哎呀，太快了点吧。哎呀，汽车人。把电池交出来，威震天，他们不属于你的。我得到了，所以他就是我的。你输了，擎天柱，你的末日临头了。无论是你或是你的汽车人，都没法阻拦我统治整个宇宙。没打中，笨蛋。哎呀，电池要爆炸了！别管汽车人，注意保护电池要紧，别碰蠢货，但是会把火熄灭的。欢迎，你还能变形吗？我想可以的。我们不能冒险，离电池这么近，不能再打了。撤回基地去，汽车人，变形，撤退。我们会回来的，威震天，走着瞧。我一定恭候。只要在宁夏街头，你就会完全恢复了幻影。你昨天不是去巡逻过的吗？你怎么会没发现呢？我早说过，他们不在那儿。在那儿，是你没发现。别吵了，飞过山。除非你能用事实证明，否则我们相信幻影说的话。现在我要你们到山上去继续监视霸天虎们是否运走电池，得立刻向我报告。包在我身上，大哥。幻影，你放心休息一会儿吧，我过会儿再来看你。我不需要休息。小小的能量块就是威震天的所谓报酬，我真的挺好吗？威震天自己可有许多呢，几多呢？Thank you.
不出我的所料，幻影正在帮助霸天虎他们。我从不打自己人的，不过幻影现在已经不再是我们的人了。好啊，我的计划实现了。已经安排我自己的时候了。等我收拾了幻影这个叛徒，我要立刻向擎天柱报告这次肃反行动。他跑哪去了？听上去我不像是一个人。说得对，我知道你现在是非常需要朋友的时候，对吗？铜铁柱，你在朝什么开火？啊，一个汽车人间隙，很明显没打中。他跑不了。现在我该溜了。你又没打中。咱们都没打中。你不用担心，那些汽车人，这些可恶的机器昆虫还想来偷我的电池啊，我要把他们都砸个粉碎。霸天虎们快进攻。告诉你们，幻影在储藏区正帮着他的朋友霸天虎他们呢。飞过山，我警告过你，没有证据不许胡说。我亲眼瞧见的，他把两个能量块带到他们的储藏区去了。可幻影从哪弄来的能量块呢？不知道，可我清楚他是个叛徒，我们一定要赶快把他清除出去。应该明白，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到那储藏区去搞到那电池。然后呢？然后再找到幻影，听听他怎么说的。汽车人，变形，快出发！快对准他！玩意儿，炸弹！可惜你没时间多玩玩。说，两个能量块还嫌不够，还要想再偷我的电池？够了够了，不过是你从我们这儿偷去的。
此话从何说起？有个霸天虎就躺在原来我们能量块的地方。原来如此，这是在战斗中汽车人搞的鬼。炸弹，我知道你有怀疑，可是想想看，你仔细想想，这是明摆着汽车人耍的花招。别来骗我们，你想利用我们来对付汽车人，然后干掉我们，这不行。霸天虎们，放下武器，去见敌人，停止战斗。我们被这垃圾货出卖了，汽车人，你会得到报应的。哦，炸弹，干嘛把这么有用的奴隶弄坏掉？我计划就用它来消灭所有的汽车人呢，你知道吗？飞过山，这真奇怪，你说屈天敌和霸天虎在这儿，可怎么一个也没有？是在这儿，大哥，我可以发誓。他是对的，是我使屈天敌和霸天虎们跑了。叛徒，撒谎！不，让他说明白。欢迎，飞过山说你把能量块拿给了霸天虎，是吗？是的，我拿了，并且带到了这儿，这样屈天敌就会认为是霸天虎他们偷的了。后来呢？于是他们就打起来了，屈天敌们跑，霸天虎们追。大哥，现在我们可以去拿电池了。哎，大哥，别相信他，让我来干掉这个叛徒。慢着，我们得调查一下。汽车人变形，咱们去拿电池。跟我来。这准是个阴谋。快银币，银币！哼，你这个叛徒！哦，啊！站起来，汽车人，打你的伙伴吧！站起来，起来！我命令你。很好，我自己来干，过会儿再来收拾你。你算达到目的了。我就不相信汽车人他会来自愿反对自己的人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是幻影帮助了我们。是的，大哥，这是炸弹的控脑装置，用来操纵他的。幻影，他不是叛徒。哦，我绝不会反对咱们汽车人的，这一点我们大家都清楚。知道，都知道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幻影。别多想了，看来威震天准备好最后的搏斗了。我要去搞那电池了，你和其他人一起掩护我。可是幻影的伤，这以后再看吧。出发。忍动，否则你就完蛋了。你输了，威震天，这次算你占上风。不过我要是没有电池，咱们谁也甭想要。汽车人，快变形，前进！我的电池，他们对我来说是多么宝贵！
抱歉，我们了解失去电池对你们的实验是多大的打击。你尽了你的能力，至少连锁反应没对地球引起伤害。感谢你和汽车人们，没让霸天虎从电池中得到能量。卡尔对当心那个控脑装置留下了窟窿。嘿，幻影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讲。啊，什么事，飞过山？过来。嗨，你要干嘛？我想我的脑袋瓜里有个窟窿需要修补一下。哦，你在说什么呀？